已经走好久了，总之还是有山上最好吃的东西，有一个女娃裸体，咒煞戏院，好美哦！不要破鞋子，我事都做不了，走红了，肥瘦很高，看房子喽。大家好，我是内内，我们现在在基隆。前阵子呢，因为内妈开刀顺利结束，刚好现在是她的生日。所以呢，我准备了生日礼物，要带全家去搭游轮。噔噔！谢谢谢谢，太满了太满了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搭乘的是哥斯达游轮，它是意大利品牌的游轮，要搭的是沙伦纳号，它是有11.45万吨，载客数呢高达将近3800人，客舱数有1500间。从基隆港出发是4天3夜行程，分别会停靠冲绳还有石垣岛。那我们呢就来完整开箱给大家看游轮里面有什么吧。我们先来机港大楼来报到，进来后先来行李托运，从这个通道进去。你要发登船包，我想导游哎，来少晚族，挂好行李牌，这边就可以放行李，我们就要准备登船。这边上楼登船，哎，很气派，很像原山饭店。现在我们要排队，好夸张啊，好多人啊，有人排队排到脚酸啊，还要阿伯伯。带小孩出来的日常，欢迎本节抖内内爸爸杜蕾斯。好了，很好了。排完队的话，要从这里办理报到手续。进来这边柜台呢，还要再排一小段。刚才那边一大段，我们大概排的是30分钟。准备登船证跟护照报到。登船。有了、欸，等一下，快上船干嘛？他们的魔法棒。他刚刚说：“舅舅，你知道怎么用吗？你用左手。”暴力美少女、oh, 登轮的通道整理得很明亮干净哎，现在在排队拍照，不要跟我说照片还要钱哦。海关检查，登轮好漂亮，你之前没有这么美吧？没有，之前很简陋，之前都晒爆了。我们的船票是从一游网上面买的，然后等一下会开箱两个不同房间的房间给大家看。登船啊！您好，欢迎来到内线交易广告时间。假如您不想看到广告，您可以快转或是跳过。那假如您正在寻找优质的保健品，这边介绍给您好在乎。好在乎是 MIT 健康补给品，高品质原料自然萃取，通过 SGS 和国际多项认证，总共有15种功效的保健品。美好莓果萃取4种营养莓果，呵护美眉女孩必备。酵母 B 群 ，B 加铁加锌，每天一粒，满满活力。山苦瓜茶萃，好在乎销售冠军，饮控好帮手，促进代谢，舒眠嘎巴，压力山大，甲烷来踢哦哦困。每日一鱼油，纯净秘鲁深海鱼油 ，DHA 灵活反应，金盏花叶黄素，每天盯着荧幕吃这个就对了。纯果胶原蛋白促进胶原蛋白形成，被邻居认成大学生。常常好菌，补充益生菌，消化更有力。每日 C 胶囊，满足一天所需维生素 C， 蔬果蔬效超级顺畅，时光浸润，用吃的玻尿酸养颜美容，青春漂亮，钙镁定，补充钙流失，骨骼牙齿头好壮壮，四弦多糖体，提升全面守护力，防御力加100。珍珠好运，每天2粒，守护宝宝健康，妈咪兼具养颜美容。马尾草风华，水水们的头发指甲保养好帮手。10月2日至10月8日，限时优惠7天，全馆85折起，消费满3500免运，满3000即赠送好在乎随身胶囊盒，满5000赠送品牌帆布袋，每单机会再赠送内线出品不漏财只漏斗。您可以使用在补充包、洗碗间、洗衣间、厨房料理使用，但请切记正确使用。我不是月亮杯，还有呢，上次的赠品钥匙圈送完之后，我们再补做，所以现在还有剩一些。前面订单还会再送出内线的这个亚克力钥匙圈，赶快想拿到的赶快提早下单。怎么会恢复正常？这样讲话很累的。进来的这边应该是客房了，船舱空间长这样子，电梯的大厅，我们要先上9楼。哎，9楼邀请你们吃小茶，谢谢。电梯是 T 字形的，好帅哦。
它整个船舱空间呢是五彩奢华的风格，其实有点奇幻。这些是希腊、埃及，我不知道，对对对，古文明加一些 LED 灯。我们先上来酒楼这边有一个餐厅，先来吃下午茶。园长，那边的姐姐拍照，姐姐姐姐。我应该这招才被认出两三次，走红了。酒楼的餐厅，我们来看一下下午茶有什么。要排队拿食物，这个人龙我觉得应该也要排个20分钟吧。餐厅这样子窗外看出去基隆港，其实很美耶。该不会接下来这几天每一餐都要排那么久吧？没有，因为之后会开放其他餐厅啊。哦。有些付费，然后又其他不同楼层，然后每一餐都这样排，哇，下船喽。这间餐厅什么风格？是火山餐厅。你看很异国哎，这么岩浆哎，还有那个火焰留下来，我看不太懂，太奇幻了，有点特别。沙拉吧，起司、水果、意大利面啊、炒面、咸食啊、面包们，在这里这样吃下午茶，你觉得这里食物怎么样？就，你的表情显示一切。可是为什么有人感觉吃得很开心？吃了就啊，有吃了就好。喜宝，你说这里像哪里？大圆板，这像大圆板，花了这么多钱，他说像大圆板。那我们还是乖乖玩食。它的楼层是用星座去分类，我们接下来去七楼水瓶座。我们这次订了两个房型，第一个呢是全景套房，是订给我妈妈和妹妹的，比较高级。我们来开箱看看，它船舱都是那种画像啊，那个奇幻风格。这间是订给妈妈的生日礼物，来看一下，很大它实际没有很大。妹妹，对以游轮来说很大了，它实际坪数有9.4坪，而且它这间很棒的地方是呢，它有阳台，哇，阳台很大阳台很大你跟果妹可以在这边玩。浴室我吓到，怎么样？因为我之前坐那个游轮，一个人进去就这样子。那自己要开灯，自己开灯。哎，它它有洗手台，它还有一个化妆台，里面呢，看看厕所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有浴缸？太高级了吧！这间空间很大，可是喜宝那边说好小，小你个头，小你个头啊！而且洗手台也很大，两个洗手台，全景有在高级耶。这一间还有衣橱哎，喜宝今天睡这里，可以躲妈妈躲进去。那你们一起躲进去。好听吗？好听吗？这一间呢，一个人的船票是30,200，小朋友也是一样的价格，小朋友算人头。要给长大给喜宝看这支影片，给喜宝看，要看今天的样子。在床的时候，你就把这支影片播给喜宝看。冰箱好凉快。冰箱里面有放一些饮料，应该是免费的吧？这边还有一个类似小吧台的地方，然后还有电视。开箱开箱，这边就是有一个衣柜。哦、有一个衣柜。天好吵。好，三角形的柜子啊，喜宝在帮我们开箱了。三角形，哇！然后房卡跟救生衣都已经放在床上了。这是房卡跟钥匙，船上所有消费呢就是用这张卡片，还有最后再结账。套房哦，这个迎宾的点心跟酒，然后水果，这个是什么？一些迎宾的小点。哎，其实套房还蛮高级的，蛮香的。早知道不要去排那下午茶。我妈超爱这个阳台，这个阳台很赞哦。等下脚出汗的话，你就可以在这边看海。有日出的话，应该可以看日。可以看日出，可是你要刚好面向东边，这里很赞哦。拿出航之后，我们再来看海，一定很漂亮。生日快乐！谢谢。现在开箱第二间，在二楼前后座，差好多哦。哦，我们的房间走好久。第二间呢是海景房，我们是在二楼。我们这一个呢，一人是16,200元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跟套房的差很多。来。你看，你看有没有差？哒哒，开箱完咯。你要这间还刚刚那间？刚刚那间。我们没有阳台呢。可是我们这个是海景房，所以好刺眼，所以还是可以看得到窗外的风景。我想看。哎咻，有吗？我们来看一下厕所的差别。哒哒。就是大家比较熟知的游轮的厕所。对对。哎，你们真的很高级耶！我们自己做这个，哎，等一下拿来找这么孝顺的儿子。还有哥哥。对啊，这一间海景房就是这样子，然后比较小的数。那价格还有房间样式就给大家参考一下哦。我们这次订的呢都是三人房，所以我们把小孩分个两房算，所以呢其实两个小朋友价位不一样。他去救生演练。对，救生演练。哎，现在都要救生演练哦，这么完整。不只是形式，他是认真的要演练，刷房卡证明。
也有参加演习，其实还蛮混乱的。我觉得假如真的怎么，我马上也活不成，就是很缓慢。对，你应该就会在里面就。我想回家。哎，我们的船在离开港口。西宝，你看，好酷哦！哎，船要开了。拜拜，只有一个人，我以为会像铁达尼号，结果没有。拜拜，谢谢谢谢，要开船了，基隆拜拜。哇，基隆港真的好美哦，很壮观呢。他们房间有小朋友防走私的手环，你可以给我看手环。这个，小朋友都会有一个。是 room service 吗？对，谢谢谢谢。我第一次大游轮有做这个，真的很赞，当的是，一定要有阳台，一定要有阳台，我们钱就花下去了。可是我们那天就没有，我们也没有，所以我们可能会摆在这里。我要离港喽！他们在玩躲猫猫，他刚问好了没？他在窗帘里面说好了。他们要找阿贝阿贝贝，玩得好用力哦，怎么会这样？上面有王子面呢，真的假的？好的，我们这艘船呢是四点出航，我们现在正在离开基隆港。夕阳很漂亮哎，很漂亮。妈妈在吹海风看海，很漂亮哎。对，等一下，我们七点多会吃晚餐，会去一个很漂亮的餐厅，我们刚好经过，也是富丽堂皇。谈话，我们现在下午就休息一下喽。哎，不能拍到这一个，拍了。有一个女娃裸体，姐姐帮忙挡住。姐姐是那个，姐姐帮忙挡住了。有挡住吗？有有有。现在要把房卡绑信用卡，先感应，然后再插信用卡。我知道这个船的主题是众神，像这里呢，它叫做宙斯大戏院，哇！然后什么阿波罗啊，我终于理解它是什么故中奥妙。我们来三楼看行程跟买行程。接下来呢，请大家笔记，你们一上船马上先到三楼去买行程，因为其实没有买行程的话，你下船要排队排很久，他们会优先让有买行程的下船。还没拿到房卡没关系，先去预定预约。就像我们刚才那边玩躲猫猫看戏啊，结果现在行程几乎都被买完了。我们六点到了。时候第一天冲绳的行程都被买完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排队，要候补。你只要自己下船的话，你要排队，还要排计程车等等，其实会比较复杂。就是八小时买行程，因为下去就是八小时，如果你在那边等，可能会压缩成五六小时。对，所以大家赶快先来三楼这个柜台，我们来开箱泳池。哇，夕阳夕阳，余晖余晖。哇，我也想玩了，很漂亮哎，好漂亮哦，一望无际耶。西宝说不能跑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滑水道的泳池，爱丽丝泳池。船尾帐好美哦，你看这样吹海风好惬哦。这个是故意的吧？不要脱鞋子，我等下飞走。还在赛跑，还在血池。妈妈的全景套房十一楼有水疗服务，还有健身房，套房还可以来免费使用 SPA 池，哎，很漂亮哎。这边还有烤箱跟蒸汽室也可以使用，我们 SPA 等等桑拿的都在十一楼这里。哎，这是要付我钱吧？都介绍这么详细是不是？加你账号麻烦汇款。这边的网络费用呢，大概是分900跟1500，可是你要有社群媒体的就要900了。宙斯大剧院有表演。西宝自备荧光棒，然后酒吧有驻唱歌手，还有赌场。晚餐也是要排队，也是排蛮久的那种队哦，就是有人拢的，每一餐都这样，我会发疯哎。大概是这样，还在排，这什么意思？座位是在楼上，这两位都没电了，晃度大概是这样。自己感受一下，儿童餐是意大利面，可是我们的儿童睡着，对，两个都睡着了，都让我们自己吃吃看，自己吃。
跟下午茶比起来。我们是鲑鱼塔塔酸奶油，上传到现在最好吃的食物。中间是类似鲑鱼的泥，然后下面是那个麦面包，然后上面是酸酸的奶油。船上会常常有时候会有人来帮你拍照，只有拍你很尴尬。普通餐还有热狗跟薯条，我的第一道菜牛奶风味面疙瘩焗烤意大利面，奶酱风味的面粉团厚面团。麻烦你的有料吗？送来就这样，他说是辣味海鲜汤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辣油水吧，关东煮的汤加一点辣的感觉。他们服务生也太忙了吧，要送餐还要跳舞。大家也太嗨了吧！哇，还有灯光控制，不可能！One more，他在害自己的同事。One more，羊肉，羊肉哎，下去的触感我就觉得有点不太对。顶扣扣吗？有点硬的感觉，调味还好，有点泡面感。对，满汉全席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味道还行，就是泡面那种味道，比较干一点这样子。甜点是布朗尼跟这个叫做朗姆巴巴。朗姆巴巴是什么？它看起来是一个面包泡在一个，像香菇状哎。软软的，然后旁边有酱，很像很湿的布。它中间非常的湿，很像泡烂的面包。而且感觉不小心沾到洗碗巾香精味，我不吗？清洁剂。因为服务生也说这个不好吃。吃完晚餐了，还在睡。好，酒吧表演。第一天行程要解散了，拜拜。看一般的房间的冰箱跟套房有什么差别？甚至不给了，差别待遇太明显了吧？对啊。早安。早餐好吃吗？叫到房间的很好吃。他们有去吃buffet的早餐，怎么样？很可怕，人很多，没有位置，没有位置要等。但是呢，我们套房有 in room dining。请问你们在吵什么？表演，表演什么？我看。就跳床步吗？你们是珍珠美人鱼吗？脚好酸哦。七点到十点是套房的人可以免费预定。我们在看海，你看那个船下面那个波纹，好美哦。现在经过一个岛。我们来看早餐。早餐呢有个小撇步，听说大家推荐十点来吃，因为十点半会换午餐，所以呢你在这区间就可以早餐午餐都吃到这样子，然后人也比较少，推荐大家十点来吃早餐。早餐有一些水果、优格、面包，那些熟食等等的。这边还有一个小朋友的游乐空间，带小朋友出门基本上就是陪他们玩。窗外风景很漂亮哎，这样子还跟甲板。到冲绳了，对，我们在船上挥手。这次的保健品小仙哥要这样装好好的，限时优惠只有七天哦，赶快！我们现在要吃 C 常常好菌，还有 B 群的鱼油。然后我们吃完要准备去找我妹了。我们要准备下船，我们要买这个行程是两点下船，结果我们要买这个行程呢，我们的下船时间是3:40，而且这边要排队更久，可能会4-5点才下船，八小时被压缩到剩3-4小时，准备下船。我们下船了，哎，游轮很大哎。好大，到冲绳了耶、我们因为国内关系一路优先通关，日本很小孩友善呢，因为这个是跟团行程，所以我们要搭着巴士搭在一起。可是我们搭是这台50号黄色的，一个跟团 style， 我们会搭这种小巴士。日本时间3:16，我们今天出发比较晚，它正好是全上前是台湾人司机的辅导。就是说搭游轮带两个小孩，我真的没有自助席。对啊，好可怕啊、哦！又一个完全睡死了。我们这次买的行程呢，一个是赖长岛，然后第二站是国际通。赖长岛呢，它是一个只有0.18平方公里的小岛，太小了吧？好像是人造岛。谢谢啦。日本包装设计的，你看起来都会很想买，设计也很漂亮。那个建筑呢，都是这种白色，有点小希腊的感觉。要吃这一间的冰，这个位置这样子超美的。而且这边离那霸机场很近，可以这样子超近距离看飞机起降，其实很美耶。
吃冰看飞机起降，这个还蛮好吃的，对不对？很浓哎，奶味很重。我妈跟喜宝是喜欢喜宝的超大圣代，买了这个咖喱面包，长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市区喽。好的，我们到了国际通了，好可爱哦，很冲绳哎，这里的衣服。我们要一人买一件，然后明天再穿去试衣服。我们刚刚想说全家一人买一件，后来结账的时候呢，要20000块，20000是台币，不是日币。吓死，后来就说没关系，先两个小朋友就20000，我买不下手。我们大人不用没关系。我要去逛静安电台。我们准备要回船上了，我们冲绳之旅结束，我的冲绳初体验，好像什么都没做到，哇，有点空虚。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呢，从3点下船，现在是晚上8点，从离开船到整个行程大概5个小时，赖长岛我们停1个小时，国际通停2个小时，所以其实自由时间大概就是3小时，好短暂。我们什么事都做不了，因为又有小朋友，要那就要20分钟，那边，谢谢谢谢，这是你啦，这是你。他回家哦，那赶快回家。要检查出来。晚上的哥斯达游轮要回船上了。隔天暴动，被到暴动了。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我觉得人多排队就算了，我觉得我们大家要当一个有素养的公民。像我们在排队搭电梯的时候，后面的阿姨阿妈就走了走了，赶快赶快，就是我们都已经在排队。你看很像丧尸哎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，我们在排队，我们没有娃娃车。说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还在挤。是边继续，我觉得。然后不然就是挤小孩啊，推啊，妹妹好可爱哦，揉她脸，直接揉脸呢。我快下风了。这游轮呢，最主要的设施都在5楼，它其实有点像一个么，就是它除了5楼，其他是没办法左右互通的。对，有些没办法互通，很麻烦。最主要的设施就在5楼，我去看一下。Disco 舞厅，我们小朋友水姐到最多。其实我觉得这船队带小孩蛮友善的，很多亲子的那种团康游戏，然后在这个很漂亮的 disco 舞厅玩抢金币的海盗。你看，妈妈很想赢，妈妈很想赢，阿妈也想赢，你只要帮她捡金币。而且船员很用心，他们还有海盗装扮跟金币耶，他们都有服装设定，我觉得很用心。这边就有赌场啊，等等的，现在一个人都没有哎，昨天这边都是满的哎。输光了，你说大家都输光了。五楼这边中间呢有一个意式冰淇淋，听说一定要吃。这里有卖一些蛋糕、巧克力，还有意式冰淇淋。听说水果的很厉害。小仙哥点了黑醋栗、Nutella 跟牛奶，然后点了香蕉、柚子，还有一个是莱姆饼干。这个是香蕉吧？我来清洁剂的感觉。橘子工坊的味道，对对对，你有吃过橘子工坊？我闻过，非常酸，非常香。像这种牛奶跟巧克力比较经典的口味，我觉得很好吃。我给你吃好不好？好，好酸，对不对？这清洁剂的味道。吃冰好 DJ， 我后来重买了，我比较推荐焦糖榛子还有牛奶。我们来泡泡面，顺便陪国妹跟喜宝玩。冲绳哦，小心有汤。我们在吃冲绳的拉面，姜味很重，它有一包姜。台式寿司店会出现那种红姜的那个味道。喜欢吃酱来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对啦，是有蛮香，有点暖暖的感觉。服务员，嘴巴哈比。好啊啊！三哇哇！刚听到啪啪啪。我一点点，一点点碰到。爸爸，拍拍拍爸。嗯，那我也要。小妹，我也要。来，爸爸，晚安。睡前一样，掌声欢迎我们的好在乎爸爸。其实爸爸这样子，我们吃也1年半了吧？有，去年3月开始。像我们就是出来玩的时候，像现在已经1点了，然后到明天早上起来就是不可能睡满8小时，
那首先跟秘密武器就是嘎巴，我们要充足的体力陪小孩，因为我觉得睡眠真的是无敌。然后还在补充一颗时光精润，不管是你们的皮肤状况啊，你隔一天的体力啊等等的，睡得好才会有 energy。我们习惯是会吃两颗，然后一颗时光精润，这样晚安。早安，我们来吃早餐。自助餐的排队人潮大概 always 都会是这样子。吃早餐，我们想喝果汁，这果汁是另外点的，两杯要$8，公海价格。8块，而且他跟我说现榨，结果他那个从瓶子里面给我倒出来。是调酒吗？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期待，就看营养午餐那种感觉。可是吃饭当看出去的风景真的是100分，好漂亮哦！进港了，我们到石垣岛咯。天哪，这海的颜色好美哦，超漂亮的。准备下船了，今天是热带姐妹花。下船，天气很好哎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想要跟你一起来的，有一些不便。然后买什么电话过一会儿，开出去的话，多苦恼。我们第一个行程要来看灯塔，然后我想神预言哦，等一下呢，一些药妆店或是我们的店里面应该有卖角鲨烯，因为导游大概讲了鲨角烯这个故事，讲了30分钟，说那个产品很棒这样子，就来看等一下有没有卖那个东西。会卖会卖，我跟你说，玉神奇灯塔，好，排队上厕所。什么？你要上去啊？拜拜。灯塔看海，哇，风景好漂亮哦，海好蓝哦。增强免疫力的老人也可以吃的，又被绞杀洗了。第二个，拿了一个这么长的针管啊，这么长的针管。下一个行程我们要去搭玻璃船。Oh my god， 是这种船吗？好可爱哦。上船 ING。好了，我们这次海水好干净哦。哦，玻璃船就是下面是这样透明的啦。漂亮哦。云好像假的哦。哇。棒好玩吗？好玩哦！回到岸上，这边有个商店街，导游让我们来这里。在车上讲了一个小时，一定要的啊！九州很热哎，留言抽欧米亚给好不好？好啊，抽5个大盒的，这个到2024年1月。这是什么？他说这边盐做的，应该是什么焦糖饼干吧？遇到好多内分泌。只要只有我们两个出来，我们已经大概在拍 MV 了，就是拍 MV。但是呢，我们就是有带老小，我们就是要轻松一点这样子。Oh my god! Oh my god!我们来吃烧肉。圆你哦。点了两个，一个是特别午餐，这个是13200日元，是有含海鲜，然后另外一个是特选午餐，然后都有石原和牛。传说中的石原和牛，大家来烤烤看。和牛，可是这一块是什么？好油、哦，牛肉好吃，它其实不是那种很油脂的，它是肥瘦很高，然后有口感，对对对，稍微有点口感，然后肉香味也蛮重，我还蛮喜欢的耶。石原牛，赞！我们刚刚烤肉外面那样子海景其实很漂亮耶，那你的海景一直被烟挡住哎，烟的。我们7点要准备回船上咯，我们再去超商补货一下。可是我觉得刚刚那个价位都是一人份，我们总共吃台币4000-5000，其实蛮精致的。我们那个和牛就这样子2块，饱饱的。我们要离开了，大家看这个天空的圣光，倒一倒，要回游轮咯。日本时间晚上7点，大概下船时间是6个小时。因为我们现在有小孩跟长辈，我是建议只要到搭游轮可以订这边的商务一日游行程，就不用被团限缩这样。然后每个地方的时间都被限制，跟团啊，20分钟哦，这边集合啊，就是这个。那什么药很棒啊？我们趁最后一晚要在船上继续闲晃，有乐透哎，总奖金76000美元，500万了。很多哎、欸，要抽一下，要怎么参加？你没有偏财运，你不用。真没偏财运，我的发票已经共估2年了。
两年，整整两年。你、欸、猜这间叫什么名字？丘比特休闲中心呢？快看里面是卡拉、OK ，是歌友会吗？是，还有，等一下。下注，今天晚上十二点会开奖，小赌怡情，小赌怡情，我们要花600台币试试看，一注是两枚，上岸就要去看房子咯。万一看不了什么，500万的装潢，那个头期款还行、啊。我妹的不是猫吧？我妹是小猪吧？小我妹是佩佩猪。然后晚上这边还有那个付费的宵夜可以吃，有薯条跟汉堡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宵夜还有卖这个，然后还有这种有点类似露天电影的感觉。这样是汉堡、薯条5.5，这是这4天3夜这艘船上最好吃的东西，唯一感受得到手艺的东西。等一下，它的汉堡很多汁，然后那个肉是香的，3层哎。可以再点一个吗？这个要等30-40分钟，50分钟我等50分钟。可是这真的蛮好吃的，游轮用这个收尾，我觉得很棒。大家可以宵夜来9楼吃汉堡，好吃宵夜，看电影，大家晚安。早安游轮到基隆港了，要早安。现在时间真的是台湾早上7点，我们要准备去集合下船。没听错，就是4天3夜的最后一天行程，就是准备下船，算是晚去早回呢。其实中间只有整整2天，去头去尾的。这船上很多设施都没有体验到，时间很短，船很大，你真的要走完。我觉得这样，像我们昨天还有很多没发现的地方，我觉得有卡拉 OK， 嗯，所以可能要一整天完整的在船上。哦，白天也在船上。嗯，已经进港了。然后我们要吃最后一顿早餐，到台湾了耶！来了嘞！好的，我们现在要等下船，因为7:30到8点要离开房间。然后呢，我们离开房间之后，我们下船呢也要排队，它是按照楼层跟等级去分。像我妈他们是比较高楼层的套房，他们就是8:30，然后我们是排到9:15。那最后呢，还会再收到这一个这两天在船上消费的明细啊等等的。其实他们房间呢都还要再加服务费，套房的话一个人是收到57块美金。一天还是全部加起来？全部5757跟28可能是小孩子这样。他的海景房，我收到的房费是服务费是7.5，那就是好像当小费的感觉。额外的船票哈，最后还会有跑出这些费用这样，大家可能在自己住。我们买的行程啊、网路啊，它都会全部列在里面。我们其实没有乱买什么东西哦，顶多一些食物。我们最后产生的费用是662+231，快900美金了。900美金，这样是多少？27000，可能有一半是行程，因为有10000多是行程，就10000多了啦。大家只要自己注意一下哦，还会再产生额外费用，不是船票付了就没了。喜宝搭船好玩吗？好玩，好玩啊！最喜欢什么？高铁，你们来的是火车，最喜欢高铁跟火车，谢谢。还有游轮，游轮，游轮上喜欢什么吗？玩游戏、哦、玩游戏啊！那是不是在家里也可以玩？妹妹搭船好玩吗？好玩哦！妈妈搭船好玩吗？好玩，带他们好玩。我终于要下船了，哟呼！现在9:30，从7点多等到现在了，刚还不敢睡。幸好我们不是10点多的哎，我们等到发疯。好吵。最后一关就是拿行李。哥斯达，拜拜。好的，我们的哥斯达4天3夜的游轮旅程结束咯。耶、我刚查这个游轮好像是2023年重新改装，就给大家参考里面所有的开箱跟行程。讲心得，我必须说，因为我们这次有带娃娃车，有带长辈，所以我觉得游轮已经算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了吗？闭嘴！像我们行李都是放在房间，然后去其他地方活动，已经省下很多力气了。上下船就是大家看到了，就是时间会比较限缩。最后呢，我们再次跟大家宣导，像我们在日本下船的时候，拜托大家不管到什么地方需要排队的地方呢，我们就遵守秩序，文明一点，垃圾不要乱丢，因为不是代表你自己一个人，人家又觉得这是台湾人。不敢相信我眼睛，我在石原岛看到就是有人乱丢垃圾，然后烟抽完就丢，我真的觉得好丢脸，拜托大家不要这样子。好啦，那就是游轮开箱咯，那这集频道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可以按赞分享之类的，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拜拜。可是我觉得套房很棒的地方是我妈就有赞赏一点，她说无时无刻都是不同的风景，很漂亮，然后阳台就可以在那边坐很久，对，坐着吹海风，还蛮chill的。喜宝下次要再去搭船吗？
还要、啊、还要、啊、我才不要嘞、欸、继续睡的狗妹拜拜拜拜拜拜还有三桶吗对